你没有被捡尸过吗？我第一次捡的那个，他成为当时的男朋友。嗯，不止，我看到了尺度更大。你看他们，他把在我喝醉酒之后，我会传讯息给前男友。医生的酒品太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空，我是医生，欢迎收看男同大学堂，我们什么都聊。今天欢迎马可，马可，对，他是我男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主题呢，是喝醉酒，你们三个人的酒品好不好？我觉得我酒品蛮好的。我通常就是聚会里面有人醉倒之后，我会去确认一下他需不需要水啊，是不是要吐了啊，或者是把他抬上楼之类的。可是那时候你自己是清醒的吗？也有开始忙，就是我只要开始进入有一点忙，我就会开始 hold 住，然后确认有没有人需要帮忙。你会看颜值吗？嗯，就是你是说是你的菜啊？不会，因为我通常发生在家族聚会跟同事聚会这两个场次。医生，你知道你这个问题意思是什么吗？他会看颜值，如果他喝醉酒，他会看人家颜值去选择要不要。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，如果阿空喜欢的菜，你可能会很难。因为阿公喜欢熊，可是我遇到的熊酒量都比较好。看颜值这件事情很重要吧？就是如果是朋友就算，但是你非亲非故，然后又不看颜值，人这么好，十大杰出青年。但是你也没有去扶啊，你就是去搭讪吧。对，我喝醉酒之后会变得很大胆，很大胆。就其实我平常不太像是荧幕上面塑造的形象，或者是我们拍片的时候塑造的形象，但是我只要一旦喝了酒之后，就会进入一个社恐状态，但是所有人要帮谁要。电话要赖我都是要的。不止，我看到了尺度更大一点。更大吗？说。我有一次感觉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你认他们。我想到一个，但我喝醉酒之后算酒我不太好的事情，我会传讯息给前男友，就是喝懵了就会很想你耶之类的，就是也让人不知所措，就是所以要过去帮你，可是我现在值得过去帮你吗？就是也造成人困扰的那种讯息。你现在讲是现在吗？最近仍然会啊。但你老公不会生气吗？他，我也不确定哎。但他知道，我觉得一个人的酒品好不好不能够自己说，应该是要男友来说医生的酒品好不好才对。医生的酒品太好，就是他喝醉的时候就是会跟大家搂搂抱抱，又回到家就什么事不管，他地板上啊很宽，就说抱我抱我，我想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还要开车，还有的没。但是你他去喝的时候，你们是会一起行动的吗？还是他喝一喝之后说我也饱了再喝？大部分酒场我们都一起行动。因为我们有一起办一个活动叫南明君，在高雄那，然后其实在那之前我们没有那么常喝，我们可能每两三个月才会去一次酒。那个活动我们在每个月至少要有一场，那有的时候朋友可能在另外一场，就有一个月就有两场，我们就变得比赛看到彼此酒醉的样子。他酒醉的酒品好不好？他啤酒品就是那个铝罐还没喝完他就，然后我就开始吐，所以我没有什么酒品可言，喝完会吐，但是我是清醒，但是我就一直吐一直吐。我有一次在酒吧做活动，想喝，他原本就没有打算喝太多，可是他就被叫上台，好像输了一个活动吧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被主持人灌了一个 shot， 他就就突然找不到他了，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，男友在外面的路上，他就醉倒在路边，然后躺着吗？躺着。你有吐吗？我有吐，我又一直吐，所以我躺在手盖上旁边，然后就是吐，然后吐，然后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哦，然后老板问我好不好，然后到最后有些人出来要搭计程车嘛，大家就在我身边围了一个圈。那因为他这个颜值，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要把他带走，所以他就招蜂引蝶，到就要有一圈的人来看，一群人来看说猎物吐完了吗？吐完了吗？吐完我要带走了。这种大家会开始自我介绍说他是在哪里工作，变成一个那个互助会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躺在地板上。所以你们三个都不是。喝了酒之后会忘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吗？我会尽量让自己不要进入那个状态，但我有一次真的这样，就是某一年同志游行那天晚上，我真的喝到断片，喝到我真的不记得自己怎么回家。下一个有意识的瞬间是看到很久没联络的朋友在我旁边照顾，断片之后他就在我身边陪我到家，但是幸好他跟我住好像没有太远，但我真的不记得我是怎么到家的。那我问一个问题哦，你们有被捡尸过吗？你们知道什么是捡尸吧？就喝到断片之后，把那个断片的人带走。对，我捡的其中一个，在大学我第一次捡的那个，他成为当时的男朋友。嗯，不合法、啊？什么啦？等等，你们可能对捡尸是严格很要求，是不是？就是完全失去意识的那种，
是吗？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正常大部分检视的时候，对方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酒后乱性。你要真的完全失去意识，你等于是公主抱把他带走。你说的是那种，就是在慢慢酒，对，他带回家，他没有讲这些话，但是就是那个是陷阱妹吧？那个人他就很可爱嘛，他已经喝到有一点点懵了，然后我又把他带回去，然后因为他很轻，很好看。但重点就来了，我要检视别人，但是我那时候住文化大学，我住的地方离很远，我们两个都在车上睡着了。我那时候也很醉，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他，所以我就硬要把他带回去，然后搞得好像是司机在照顾我们那样子。好，哎，总之他后来就变成我男朋友。那你这次去欧洲不是吗？去了22天。对。那你这次去欧洲有没有发生什么喝醉酒的有趣？有。你是不是就是你？就是你还没有订阅。订阅数都要50,000人了，就差你一个。没错，如果还有冠名啊、赞助啊，或者是团购的机会的话，也欢迎跟我们联络。还有多多订阅进入爸爸，南投大学堂在这边等你哦，应该要加一句对吧？不用了啦。去的是法国跟荷兰，然后他们的酒基本上是比饮料，或者有时候甚至比水还要便宜。那边的海尼根大概就1欧，大概50块、35块左右，但是水差不多也是那个价格。然后有时候红酒像这样一大支有没有5欧而已，等200块左右而已吧，就很便宜，而且5欧就很好喝了。那时候我跟我姐就买蛮多的，然后有一次我姐早上就出门，然后结果就有人在软体上敲我，我就想说不然约一个好。桌上因为有没有喝完的酒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我就先喝。然后喝完之后，我其实已经有点微醺。然后来了之后，他也就跟着我喝，然后我们就聊一下，但是没有聊太久。然后于是乎就开始进行一些事情，就是OK。脱掉上衣，然后就帮他吹。那脱掉之后，我就有点紧。他的照片跟原本的不一样，就是他比较肉，本人比较肉。对，他本人比较肉。然后我就开始吹吹吹吹。然后当我也把我的衣服脱掉之后，隔没多久，他就开始穿衣服。他也不喜欢你哦。我说啊，怎么了？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，他就说了一个单字，我听不懂。然后我就开始因为有点懵，你知道吗？就拿手机在那边按按按，然后就是按那个翻译。我就问他说 What's wrong？ 然后他就告诉我，然后他讲了一个单字苗条，他说我不够苗条，他嫌你不够瘦。你啊，这是这气！他说我跟你说你这个胖子，然后还是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那种老外都喜欢那种亚洲小男生。太高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比我高，他比我高。不是，但他们要那可以抱起来，他们要那平原酒，那很瘦。对，他们要那168。你不是太瘦，你是太大只了，对他来说。就其实我原本当他脱的时候，我也有想过说我要不要跟他讲，就他就先提了，就好像你们两个人打算要分手，然后就对方先提的那种，真的很干。好，反正 anyway 他已经提了，我也没有打算要留他，只是我现在心想说，我就已经喝懵了，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就想到。不然再约一个，然后交友软件打开，然后敲敲敲敲就睡着了。而且我有发现，我一直觉得欧洲其实是一个蛮凉的地方，实际不是，实际超热，热到爆炸。你是几月去的？8月去的，南法那边是很热，体感温度36度，那很热啊，很热，超热。可是它很妙，就是它太阳很晒，因为它纬度比较高。可是你在阴影处，太阳没有直射的地方。台湾反而比较热，很怪。可是你只要直射，就是它比台湾热。然后我出国的时候有带这罐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就是要业配这罐嘛。我跟他们很挑，那时候我就本来就想让他们直接做了，他就跟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试用才可以。因为我去那边就是带了这整罐去嘛，每天喷脸、脖子跟手，这样子一瓶可以喷30天。你们觉得我变黑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他们很黏腻吗？来，阿公，我让你试。要喷脸还是哪里？它很冰。被射眼了，它一开始会有点亮亮，但是它吸收完之后，它就变雾面的。哎，对，完全没有油的感觉。而且我有去店家查，价格比他们打之后的价格还便宜。我记得这个是好像是加美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分成说可以在海边用的，或者可以日常用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孕妇用的跟小朋友用的，它都有不同的规格。它太多系列了，真的没有逐一介绍，大家自己上去看。团购链接我们就放在资讯栏，大家自己再去逛一下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从酒醉讲到一人去出差了22天，对，然后用了没有，我是旅行，我确实是旅行，然后防晒没有用完，我没有拍成，他们就没有那么爱亚洲人，你长得好看要打炮都已经不容易了，更何况要拍。希望大家去法国可以约到好的，然后拍回来给我们看。那我们今天南投大学堂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是阿空，我是医生，谢谢马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